看得到满满的馅料，香甜的龙眼和大颗核桃，口感 Q 弹不粘牙，让挑嘴的郭董好着迷。郭董爱吃的糕点，连到日本谈生意都带着它当伴手礼。包装有斗大的福字和贵字，象征福贵赚大钱的年糕，原本是郭董私藏的点心，不过现在开卖了，攻向网购市场。制作过程大公开，柴烧龙眼，还有麦芽熬煮和蒸吹糯米，都得手工制作，想要吃到可不容易，一天只限量600份。网络上有很多的传言，大家就讲说，因为郭董吃了这个福贵糕之后，今年 shop 就赚钱了，那大家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来崩，那台湾我也有讲说崩好气，崩好气。摆上好几片红心萝卜当花瓣衬底，放上生鱼片让人胃口大开。跨足餐饮的还有他，三花老董因为爱吃日本料理，开启餐厅砸2000万改装，一道道精致的日式料理，店内经常可见有不少政商名流来用餐。红鲟炸成金黄色，跟蛋黄蟹肉一起爆炒，桂花香蟹就大功告成。这家海鲜餐厅幕后老板可是半导体材料公司崇越科技，标榜使用自家细胞活存冷冻技术，能够保存鲜味，吸引饕客前来。大老板爱美食，想留住美味，不如自己来。选择跨入餐饮，结合老道的投资哲学，传产科技业大老板多角化经营，展开美味版图。记者张世奎、李文科台北报道。